22:75。加油！来看一下山西选手张豆豆的这套绳操。这个张豆豆这套绳操，他的跳绳动作还是表现得非常娴熟。你看，这个我们向大家介绍的身体的难度啊，必须和器械结合起来，不能你在转体的时候这个器械不动，这样的器械性质是要扣分的。另外一个呢，身体器械。